里面还是放水泥，这是一个经过改装后的一个接收器，通电的状态。下面我们拆开它，里面装有一个电话卡，这是线路板。当我们手机通过这个充电宝充电之后，只要一插入手机，信号就会传输到这里，然后通过电话卡传输到化缘的设备里，然后就可以对我们手机进行一个微信盗刷、支付宝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